正的头发剪完之后瘦头瘦脸，显得脖子还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现在搁那入街卖平顶山整头发了，换个发型。这是我的御用发型师吉米老师，做发型特别厉害的，能给你设计你自己根据你的每个人的特征去设计适合你的发型。今天鸽子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不是念倩刚尖端了一下，就给老蒋尖了一下。对，长度什么样？就行李唱是吧？就是给他设计的。又显小又洋气又好搭配衣服的那种。第一款的话就剪个刘海，剪个刘海，剪个齐发到下巴这个地方，这个长度，然后它风格都比较减龄显小。哦，那也可以，那也可以。有很多剪这一种发型，嗯，也可以。发型设计好了，真的是一个短款的。期待那个剪了以后的效果啊！现在准备上个颜色。正的头发剪完之后瘦头瘦脸，显得脖子还长。看我这发型怎么样？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发型啊，给我的感觉是有点下地儿。通过颜色是不是还得用第二再重新再染一下？跟这颜色用的差不多。突然给换了个人，一会儿全颜色全部说好了之后，就是给换了个人呀。这叫我整个脸都露开了。有时候露开不见得脸就显得大，能够满脸。之前一直不敢尝试短发，第一就是小妞不喜欢我剪短头发，第二就是自己没那胆量去尝试。哎，这回我也没跟他说，只管剪了一个短发，管他的，不中了回家我俩称兄道弟。我剪了头发了之后，就是这衣服，还有你到时候就是妆容一些小饰品去搭配一下都好看了。后来这头发剪了，接下来以后的衣服就交给我，我帮你搭配。好，反正我第一感觉是有点像的。录到我们。主要是之前没弄过刘海，没留过短发，没想可能慢慢适应一下。但是从侧面看非常的狠，到时候以后就穿搭那种比较潮气一点，然后就是那种。稍微休闲一点的，就明快一点的，就亮堂一点的，就很好看。反正是不断的尝试。还认识妈妈不认识？认识。你看我哪儿变样了？啊？哎，我这没头。头发还有哪儿？眼。还有吗？脸。我换了个脸呢。脸。不是妈妈了吧？我是人家的妈。是你的妈妈吗？你带着家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牛奶，好，吃牛奶，还有蛋挞，还有鸡腿儿。下次给哥哥。对，给哥哥姐姐送出去了，好不好？这蛋挞也买的多，还有泡芙都多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哎，你剪短头发了，我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没有人跟你的声音一模一样。哈，你这么厉害呀！你现在看着你像以前教我的哥哥老师。像哥哥老师啊？对，哥哥老师，哦，对，哥哥老师就是这个发型。